而在你们跳舞边唱歌的同时，你们看到在远处有一个老人就这样慢慢的走了过来。你伸出的样子有点奇怪，点点点点点，开始进化。他手中发出了绿色的光芒。你是谁呀、啊，老人？你离他有点距离、哦，然后你是谁呀、啊，老人？那老人似乎没有理你的意思哦。你看他的嘴巴正在嘴巴好像在念什么东西。突然间，他手中的绿色光芒，砰！直接朝我们的海狸射了过去。嘿嘿，砰！在干嘛？海狸就这样进化，笼罩了那个巨大的光线之中，被这样绿色的光芒所一定是治疗光束。不是，阿狸，这一定是治疗光束。海狸光线消失后呢，海狸觉得自己身上的伤似乎都已经好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我的伤都好了。难道你是乔伊小姐？谢谢，谢谢乔伊老人。哎呀哎呀，觉醒世界的孩子啊，真是少见。这附近可能还有其他的怪物，啊、不如先到我家坐坐吧。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觉醒。转过身来，朝森林的深处走了过去。等等等等，老人家，等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阿狸，你要跟着去是不是、啊？等等，我想叫住他，我想他说什么觉醒世界，我也听不懂啊。哎、欸，他就是这样走，他没有理你们的意思。跟着他好了，跟着他，先跟他走好了。哦，飞到他头上，你要丢飞行吗？再走就没地方了。你们这样走啊！你们跟他走，就这样慢慢的走，似乎就这样看到了远处有一个小村庄。你们继续跟着老人家走，你们尝试跟那个老人家搭话，但那个老人似乎没有要理你们意思，他就这样像是把你们当作不在一样，就这样一直往前走。老爷爷，老爷爷。哦，拽屁拽！你们就这样慢慢走，经过了山庄，村庄，你们看到这个村庄，有非常多的农田，而农田呢，上面有一些村民在种植一些就是农作物，是不是在努力的干活？然后老人，对，干活。你们几个人呢，就这样走到了一座家里啊、就是一个房子，那个老人家就这样走进了房子。哎、欸，那里有其他人呢、欸欸？他进去了、欸。那外面有人、欸？我们要跟进去吗？还是外面那个是人吗？外面那个是人，但那个老人已经进去了。哎呀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要进去吗？讲人话。旁边有一个好可怕的东西，那个不见了吧？那个只是示意图。哦，不见了，没有。他跟着老人走好了，我猫头鹰想跟着老人走，你现在出来跟他讲话呢？嗯，只剩你的猫头鹰。为什么？你怎么不见了？大家都不见了，好变得猪。你看我这么高，很瘦。我变苗条了，拉不住，拉不动了。可以。OK， 你们拉。我不动了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不动了。伸缩自如，起来啊！走啊，猫头鹰，走啦，起来喽！走。你们就这样走进了这个老人家中哦。你们一进来哦，看见我的老头这非常嘲讽的脸，嘲讽的脸是 KP 的心声吧？脸蛮嘲讽的、啊。你们就这样进来这个老人家，你们看见这个是。房子的室内、哦、有很多非常豪华的家具跟装饰品在这边，看起来每个东西都价格十分的昂贵。而中间呢有一张桌子啊，老人家呢就那个老人呢就倒了一杯饮料，就这样坐了下来。
肥宅快乐水吗？怎么样给我们的饮料啊？老人家，哎呀哎呀，哎，觉醒世界的孩子哦，真是稀客啊！来我家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啊。首先，觉醒世界是什么？你们从觉醒世界来的，应该知道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醒来就是小动物了。话说，你们来我家有什么事吗？不是你叫我们来的吗？跟着你来啊！你不是有邀请我们来你家吗？我有这样说？有啊。这老头该不会有健忘症吧？话说，你们身上好像有些诅咒在身上哎。啊，什么诅咒？你解得开吗？我是可以解开啦。要我帮忙吗？那就问你个心麻死吧。等下不先问看是什么诅咒吗？话说，那你们谁要先解除诅咒呢？我这副模样还不是诅咒。我先来。哦，那这位山猪先生，你的名字是？我记得吗？你记得。我叫正阳。很阳。正阳。很阳。正阳。正阳，正阳。对。OK， 那马上帮你施展魔法。啊，太好了。别跟我说失败。老人的手上散发出非常大的光芒，他将那光芒抛向了空中，在你空中轻散发了出去。你看山猪看到天上像是有非常多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小颗粒，就这样慢慢的飘在你的身上。你突然觉得全身好痒，好痒，痒得像要发狂似的，疯狂的抓痒，打滚。你必须掷出一个 CON， 成功才能止痒。喂，烂法师，跳蚤召唤术吗？成功。没事了，不痒了。怎么回事啊，法师？老人。怎么有变回来吗？有变回来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很痒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怎么会失败的呢？那再试一次看看好了。请别再出错了，麻烦了。好，没问题，这次一定会成功。好，老人手中呢又开始凝聚了非常的光线，这次呢是浅蓝色的光线，那浅蓝色的光线慢慢的朝你发射了过去，一道非常透明且微微蓝色的光线朝着山猪拼飞了过去。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哦，这个风非常冷，只要在这光线经过的路线呢，都会马上被冻结起来。请帮我载一个闪避或 DX， 不然你就要冻成冰块了。冻山猪，你这个烂法师，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光线，那个老人向前走过去，怎么样？有变回来吗？I fuck your mother and father， 没有。好奇怪哦，怎么会变不回来嘞？应该要变回来的吧？那不然再一次，等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你跟我说清楚。可以啦，再一次，还是换别人？别人要试试看吗？我不要，不要。那就你啦，那个什么羊，正羊，加油，然后正羊来，再一次啦！我再信你最后一次啊！好，拜托。那两只在看好戏是不是？哦，次还要失败。突然，老人的手中又开始凝聚了光线。这次的光线是一个黑色的光线啊，它像凝聚成一颗球一样，光朝山猪
丢了过去。那颗球呢，到了山猪的脚下，就这样散了开来。那些散开来的光线呢，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漩涡，慢慢的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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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突然在房子内刮起了一个小小的龙卷风，轰！山猪就这样像陀螺一样被飘在了被旋转，然后飘在了空中。别在干什么？哦，然后砰！跌坐在地板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拜托，最后一次，真的，真的可以。我看你长得像甘道夫的份上才信你两份，你没想到是个烂法师。可以啦，拜托拜托，努力我努力。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真的，我真的可以，我会啦，哦，拜托拜托，我觉得我的伙伴已经在等着看好戏了，还是要找你的伙伴一起来。算了，我就再信你最后一次。哇哇，血怎么逃出去了？哇，你要是再不信，我就离开了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然后呢，手中呢凝聚了光线，那光线慢慢的飘向了山猪的头上。King，那山猪那光线慢慢的从在山猪的头上四散过去，变成了一颗一颗小小的小粒子，就这样又来，你会慢慢的飘在了山猪的身上。突然间，你觉得全身好痒，痒的像发狂似的，疯狂抓痒，请帮我撒一个 C O N。我知道 C O N， 你到底行不行？拜托，不行，好痒，好痒，好痒啊！我要止痒啊！请问两位要做什么事情？猫头鹰已经跑出去了。我要出去找那个龙蝴蝶，你们帮我杀了那个龙。你到底行不行？我可以帮他抓痒吗？可以啊，所以可以帮他抓痒。止不住的痒，帮你抓痒。我是正阳，不是正阳。请帮我撒一个来个。敏捷或巧手好，抓痒，看看巧手，抓痒敏捷好，帮你抓。我们的海狸呢，慢慢的在山猪的身上，像是挑像星星一样挑，把那些跳蚤给慢慢跳出来，猴子星星的样子把那些跳蚤给挑，慢慢一个个挑出来，然后丢到了旁边。他们又不是在抓跳蚤、像是吗？没事了吗？拉尔呢？谢谢你，阿里。觉得这老人怪怪的啊。我觉得不行了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当你们要准备要离开老人家的时候，你们发现原本站起来的老人已经倒在了地板上。哇，老人在睡觉了吗？他该不会还要来诈骗我们一笔吧？我要看看他有没有呼吸。你看了一下，他是有呼吸的。那我们的山猪呢？睡着了。我是很想踩死他了。算了，别理他了，先不理他吧。睡着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吧，先出去吧。我们要不要先看看这房间啊？也是他睡着了。好啊，赶快搜索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先来到猫头鹰的回合。猫头鹰走到了屋外，来到那个老人的屋外。这超像野外遇到宝可梦。猫头鹰，猫头鹰出现了。木木萧出现。木木萧，咕咕。先看从远处看一下那个人。人他似乎就是在耕田的样子。看得到他的脸吗？看不到他的脸。我的音乐。
那就是站在远远的跟他想办法跟他搭话。嘿，这个我的音乐突然换到很欢乐的音乐。嘿，那村民继续在耕田着。那看看这附近的稻作可不可以带走一点？要干嘛？你要做面包是吗？偷走。你看稻田似乎是可以摘走，但你要这样做吗？嗯，是可以啦。过去问他，嘿，你走向前，那个村民就这样抬起头，缓缓的抬起头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嘿，你们是刚刚跟翁爸爷爷一起的动物，有什么事吗？我饿了。我这边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欸。那稻田可以分我一点吗？这边应该是还没成熟吧。那你会什么？你来跟我是在忙啦。哦，你这样突然需要帮忙吗？没关系啦。村民慢慢的离你远去。等一下，对不起。你好，我是猫头鹰。你好，猫头鹰。我想要回家。你刚刚不是从那个家里出来吗？那不是我家。我也不知道你家在哪。我被那个老爷爷绑架了。老爷爷会做这种事情？他好可怕。我朋友刚刚被他用的又痒又痛呢。这倒是事实。欧巴老爷爷应该是不会做这种事情啊。不会，老爷爷是好人吗？他人是蛮好的啦，他这应该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人，他只是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他怎么？你偷偷跟我说，我不跟别人说。没事啦。啊，你还有什么要问吗？我可以跟你当好朋友吗？我觉得跟猫头鹰当好朋友很奇怪欸。我可以帮你抓虫来吃。我不用吃虫啊。我可以帮你找一些肉，你吃稻米太不营养了。没关系啦，你。那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他就慢慢的转过身来要逃走，他要走开。抓住他的袖子。你干嘛？哦，不要走，不要让我一个人。你是一个鸟。不要让我一只鸟。你刚刚说你朋友在里面，你去找你朋友啊。可是我也想要跟人类当好朋友啊。我老爷怎么弄出那么奇怪的生物啊？所以他是他把我们弄出来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常常会就是做一些奇怪的魔法。哦，还有做过什么魔法让你觉得很奇怪吗？他有一次像是把你的身体弄得痒痒的。我没有啊，他没有这样做欸，他其实人很好啦，人很好，他只是有一点，你知道，有点失智症啦。啊、哦，他失智了，那他之前还有做过什么魔法吗？魔法嘛，他蛮多魔法，他有时候也会帮我们，就是生活上有一些什么取水啊，或者是生活啊，也会弄一些小魔法。取水要怎么取水？取水，你要问欧巴老爷爷啊，我不会魔法、啊。在哪里可以取水？那是欧巴老爷爷变出来的啊。他就这样咻嘣，然后就有水变出来。对啊，很神奇耶。你要小心，不要太相信人哦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除了这边以外，有没有地方可以去？你要去哪？这边都可以去啊。我想要走出森林，这里是哪里？你现在森林在那一边啦，你现在就在森林外啊。那还有附近还有什么有好吃地方的地方吗？
附近好吃的的话，远处那边有一间杂货店啦。杂货店啊，谢谢你哦。买吃的，买吃的要这边的货币是什么？你可以借我钱吗？我身上没带钱、欸，不好意思。那哪里可以弄到钱？这不就有银行吗？你去找帮人家工作就可以了吧？那我帮你工作有没有钱？哦，我这边没有什么钱可以聘请你，不好意思。好吧。那我有事可以再找你聊天吗？不行，我等下很忙哎、欸，我等下很忙。你要忙什么？你要忙什么啊？你说。我等下家里有事情。对，你家的事情。屁事，咄咄逼人。你家在哪里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哎呀，我想说，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忙。没关系啦，我是一个很聪明的猫头鹰。没关系啦，我可以，我可以自己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要不要买我的羽毛？我的羽毛可以当护身符。不要，我该不用这种东西啦。要做直销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那我先去忙了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吧。拜拜拜拜拜拜。那我的牙齿可以加攻击力。